大家好，我是卡拉多学院航机修护系二年级的小梁。主要有几个原因啦。现在加拿大跟台湾一样，都还有在实施旅游管制，也就是说，我当我离开入境的时候，都要做一个14天的隔离，前前后后这样加起来，就大概会花个一个月左右在隔离上面，比较耗时间。啊，还有说现在的机票也比较贵。啊，大概在6万3左右，比以往多个2、3万块钱，班次也少。那还有因为说是我现在科系的关系，我们虽然说学习已经结束了，上的网课也结束了，但是我们等到解禁之后呢，还得再考一个期末考，然后做一个成果验收，你有70分及格，那才能拿毕业证书。那这个目前的解禁的时间大概是在8月3号、8月4号，目前是这样规划，但是目前还不知道，这个都还要看目前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可能还会延迟。那如果说我回去之后，他如果提早了，那我变成说我还得看看有没有办法，因应这个除了算进隔离的时间以外，然后赶上考试，那这样才能保住我一个权利，然后能够毕业。那现在好，另外现在我一定回去的时候得经过多伦多。听起来说好像回去比较安全，但是其实这样折折叠叠，然后跑到往南部跑，然后跑到更繁忙城市，其实中标的几率还更大一点。那还不如说就是安安分分的待在家里，然后待在现在的租房里面。好好的念完自己的书，然后准备到时候解禁之后的考试，期末考。那这样的话，希望说到时候如果能够顺利的，念完科系，然后毕业，那这样子的话当然是天下太平。我所在的城市是 North Bay City，北湾市，它在多伦多以北大概337公里左右。属于比较乡下郊外的一个地方，但是它在安大略省呢，是联系东西南北的一个重要的枢纽，所以很多北方的天然资源呢，都会经过 North Bay，然后运往 Toronto 或者是其他城市这样子。那在 lockdown 之后呢，路上的行人跟车流量都变得很少，小猫2、3只而已。像 Canadian Tire 还有 Walmart 这种大卖场。也只变成说你只能线上预定付款，然后开车去提货这样子而已。那餐厅除非你有外带或者是跟外送公司有合作，不然不准营业。生鲜超市呢也在管控超市里面的人数，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现象说大家在外面保持着 social distance，社交安全距离的排着队。然后等到说里面有人出来的时候，我们再进去。那在这种情况下面的时候，会变成说，假如你很急着要某样东西，你没办法买到，不一定买得到。那变成说你很多东西得提前计划好再去买，不然的话就是嗷呜嗷呜。最不安全的感受是什么？就是看着安生。每天确诊人数300-400人一直在增加，但是老外好像还是不当一回事一样，不戴口罩在外面跑。虽然说这个安省每天的确诊人数已经有趋缓，但是时至今日呢，安省已经有21,500人左右确诊，痊愈16,200人左右，但还有5000人在观察，1,100人在住院，141人插管。死了1,800人，这个数字跟美国比起来好像不算什么，但是还是很可怕的。那终于在大概4月底的时候，他们在辩论说到底要不要戴口罩。那也终于在5月4号，加拿大政府在他们的疫情的指导原则上面，除了2公尺的安全社交距离。他们多了一条说，如果没办法保持社交距离，像搭公车或去超市买菜的时候，戴口罩有点效果，那也只是戴那样子而已，但还是说没有完全的防范，所以很多
其实蛮多网友也就在这时候呢做了很多迷因，然后就在跟人家讲说，其实戴口罩还是有它的用处的。那加拿大人也终于慢慢的有在接受这个事情，那稍微感觉有那么一点安全一点啦，但还是说不戴口罩的还是很多。我们学校的线上课程平台呢，叫做 iLearn 或是 D2L Desire to Learn。那它在我入学之前，学校就已经使用蛮多年的了。它是一个学生跟老师之间交流的一个平台，学生可以去上面下载上课的教学简报，然后查看自己考试的成绩，参与课程讨论或是做一些小考之类的。所以当我们 lockdown 之后转换成线上课程的时候，其实阵痛期比较短，但是因为它有坏处是它没有视讯功能，所以其他科系老师呢会用 Zoom 这个软体来做一个线上教学。但是对于我们航系修护系来说，我们现在线上课程跟这些小考都只算做签到时数而已，所以我们解禁之后呢还是得回去做一个期末大考。那还有一个坏处是说，因为以前我们都有机务的实训课程，那可以直接去实际动手摸索操作。那现在变成线上课程之后呢，很多东西变成是你得靠自己对于机械结构还有物理原则的想象力跟理解力才有办法去融会贯通。那有一些教授呢也确实跟我反馈说，让学生能够理解，那便是他对他来说是一种挑战。那对我来说还可以，因为工作背景的关系，有一些材料、金属加工等等的经验，所以在理解上面问题不太大。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者是蛮多人来说确实一个蛮大的挑战。今天这个影片呢，就简单回答了一下大家比较可能想要问的问题如果还有其他疑问，可以提给 OSTUDY 会 forward 给我我会尽可能的回答。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我是小梁，感谢。